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在这里住的每一个房间有两个大的不用钱而已。对，你是不是啊？对，你不是这样子吧？他在电梯上面有写啊，真的啊，
怎么知道他是我们是住户？啊，你应该跟我们应该跟柜台拿东西啊，哈，一个房间，两个大人，闷子。安尼行啊，太强也罢，太强。